哟，这灯还是挺好看的。当初选它就选对了。那你们这屋里还有甲醛味吗？这通过半年封的。应该没了吧？这竹炭我都换了十几包了。看看看看，这大落几窗的阳光进来多舒服呀、啊！正南正北的户型。不是也奇怪哈、啊？你说搬新家，我怎么弄完了以后也一点都不激动呢？你放心吧，我一会儿啊一定让你好好的激动激动。一会儿？嗯。怎么让我激动？谁呀、啊？等着我开门去。给谁开门啊？你先看一眼。哟，来了来了，来了，慢点啊，送货的。哟、哎，小心小心。你买的、啊？不是，小心底下台阶上摔了。你不告诉我？慢点，慢点。师傅，慢一点。慢点，慢点。给您放哪儿了吧？啊，给我放那边，正好那块空地嘛，帮我放那儿就行了。啊，慢点，来，慢点啊，轻点。慢一点哈。玉祥，这就是我给你的惊喜。这哪是给我的？这是给萌萌的呀！我又不会弹琴。不会弹，你可以跟萌萌一起学呀、啊。将来你们母女俩可以四手联弹，嘣嘣嘣嘣。重新给我个惊喜，要不然不放过你。哎，师傅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来，快点。萌萌要吃两个蛋啊，太瘦了。不瘦。师傅，你要不要来一个？我不吃了，你吃吧。你这么大了，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吃了。这么好。行了，吃两口就行了。嗯，再吃几口。再吃几口？快三口！一、二。好。拜拜。妈妈，拜拜。一口两米下，不可一日行吧。空间虽然不大，空间虽然不大，它却无忧无虑。